充身份行片，靠我出道。我跟大家讲啊，因为我真的是因为拍戏，那很多年以前拍戏，后来出了名，就我要去当兵，那导演就说啊，你要去当兵，我们要拍续集怎么办？啊，对不对？找不到人，要找个替身。我说啊，你不用找替身，我有一个弟，我有个弟弟跟我长得双胞胎，就找达明来当替身。是这样子，他是这样子出道，我在帮你的忙啊。哎，你们不是带双胞胎，你去当兵，他也得去当兵。没有一个可以先当一个后当，所以你不用不用，时间不一定的，你想当就当。没有，不是啦，台湾本来就这样。所以你不是真正的双胞胎，真正双胞胎其实一个可以先当一个后当。真的假的？国家这个规定，可以照顾家里啊。我就要去当兵嘛。好，那就。我当兵以前就有一个广告公司呢，就那时候已经有知名度，就是找我拍个广告。那你知道我们以前那个时代哈，对广告有一些什么药品的、啊、那些什么，你就不太愿意接。哦，壮阳药。对对对，不是壮阳，那时候还没有到壮阳。有点偶像包袱啊。对，那个时候会有嘛？他觉得说这广告不好，不要接，就忍痛，而且给的价钱不错。好，哎，结果没多久，有一天打开电视看，宋一鸣，然后什么？这个请推荐给你用，用他张脸就算了，然后用你的名字啊，是啊，因为你的名字有知名度嘛。你可能记错，那个不是壮阳药，那是眼镜啊。而且你也记错，不是我一个人，我把我当时女朋友带去一起拍啊。是啊，就这个。我在当学生，突然有人找我要给我几十万，我当然去啊，当然要赚啊。我怎么知道跟你有关系？你也没跟我先讲好。我们平常都是一起同行的。那天晚上吃完饭，而且他才18岁啊，吃完晚饭18岁，你记错了，怎么18岁？算是几岁？18岁，反正就是18到20岁之间了。你叫我回去被人打，然后吃完晚饭，他就急着要出，急着要自己要出门去约会，我就觉得怪怪，感觉不舒服。脖子就很紧，然后7点、8点、9点、10点到11点还没回来，那我们当然就要睡觉嘛，明天早上还要起来上学。对对，就睡到一半就做一个噩梦，有一个母老虎就扑到他身上咬他的头，咬哥哥的头，我头皮就整个麻到醒过来。哎呦哎呦，这时候就有人打开门一看到。宋一鸣两眼发黑，哎呦，四肢软弱的感觉走进来。前面两个西边戏，这个故事太可怕。后来，他就把他第一次献给了一个房东太太。讲起来好恐怖哎，其实你们听他们就知道他一派胡言。其实我那天晚上是很开心的去约会，怎么被他讲到我好像是被凌虐到死？但是那一晚是否与他叙述的？很接近，接近吗？但是你不是跟我说有心电感应吗？我明明就觉得是一阵酥麻，你怎么会感觉很难过呢？哦，所以他是成 OK 的，但那个时候你也是新手上路，可以这么说了，可以这么说，对，有没有心电感应了？来，好的，你能不能感受我的感受？兄弟俩，一个人有这个感受，另外人能感受得到吗？来，我马上给他做一个测试，第一阶段上。蛇姬呀，把这个机会让给达明，真的可以吗？阿梅想要啦。啊，哎呦，是吧？蛇姬，看着，打他！哦，不错。有没有感觉？宪哥，你可以试看看。哦 ，no， 哦，哎，我克制不住。欢乐的时光过得总是特别好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接触这样的机会。你以为只有这样而已吗？我告诉你，更厉害的来了，第二阶段。哥哥，你要用力，要大力，要大力，对，对，好 ，OK， 欢乐的时光过得总是特别快，谢谢您。还有啊，还有啊。
吓死人了！来欢迎第三阶段，哎呦，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这个。变紧，回流回流，有这样好吗？很紧，卡掉卡掉，卡到一鸣哥的麦克风，哎呦，头发都白了，哎呦，哇。这个会跳半个钟头，加油！加油！撑住！撑住！哎，谢谢！哎呦，哦，制作单位用心良苦，哇！刚刚起来真的来回点，来，被拿那个来拿下来，拿下来，哇！这一次真的造福乡里。好了，可以拿下来，可以，眼罩拿下。有什么感觉？刚刚有三个阶段，有三个阶段，别感受是什么？第一个阶段感觉比较传统。传统哦，哎呦，哎、欸，准哦，准，传统就是比较那个纯纯的爱的感觉，还、哦、是有心跳的感觉。这千 A 啦，这千 A。因为一鸣最近这段时间，我知道他有些压抑哦，情绪上有些压抑，对，因为工作也好，还有这个跟大嫂之间的关系哈，想太多了，对对对，所以可能跟女性朋友有关系。哎呦。可是第一个阶段应该还比较传统一点，传统。第二阶段，第二个阶段就稍微有一点点突破，突破啊，这个准，这个有突破，从喜欢到有一点心爱慕的感觉，对，有爱慕，想要突破，突破，这。真的要扭啦，真的，你没有当过兵，你怎样？然后第三个阶段就不一样了。哦，哎，怎么样？感觉到就是那一次我晚上睡觉那个感觉出现。有那个感觉，因为你看他表情就知道，你看他那个脸，不是，你还真的跟我心里感觉。你骗别人，可你接下来也没告诉我是怎么一回事，对，我也搞不清楚。我有感觉到你有变化。我觉得他们两个心电感应是成功。有哎，三立新闻网 YouTube 突破100万订阅，我没得了。